南通支援队的箭头人物卡斯蒂略一脚远射攻破了海港队的主场大门啊。这支球队真的不容小觑。蔡慧康在中场把球给丢了，后腰位置丢球，让卡斯蒂略来了一脚远射，最后一道防线也一直在退，没有人向前顶。卡斯蒂略本赛季的第四球。